一个人发财前，需要失去五样东西：失去暴脾气，强者隐忍；失去依靠，强者无依无靠；失去倾诉欲，强者面不改色；失去抱怨，迎难而上；失去鲁莽，三思而后行。寅为什么这么难写？王、口、月、背、凡，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能力。王，危机意识；口，沟通能力；月，实践观念；背，取财有道；凡，平常心态。少言是修养，闭嘴是智慧，群处守嘴。人多时管住嘴，话多，错多，是非多，自找麻烦。独处守心，人少时管住心，妄念妄想痛苦多，自找烦恼。修己以清心为要，涉世以慎言为先。人生最大的荒唐，就是在烂事上纠缠。所有格局大眼界远的人都懂得一个道理：遇到烂人及时抽身，遇到烂事及时止损，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。正所谓将军有剑不斩苍蝇，将军赶路不追小兔。嘴中言少自然祸少，腹中食少自然吉少，心中欲少自然忧少，身上事少自然苦少。大悲无泪，大悟无言，缘来要惜，缘尽就放。听路免费视频群社区，右上角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输入听路，关注听路后进内部群。